据港媒报道，阿娇婚礼派对将于洛杉矶当地25日中午举行。阿娇24日已经和好姐妹阿萨及大部分人已飞往洛杉矶，而阿娇的母亲、妹妹、表姐也已经抵达。据悉，晚上在酒店内举行西式晚宴，预计500亲友将见证新人的喜悦。阿娇之前出席活动时表示，还未挑好婚纱。其实好姐妹阿萨和容祖儿答应给阿娇送婚纱做大礼后，仍然在挑选。阿娇最后挑选了 DV 设计的性感婚纱。自筹备婚礼开始，不足100斤的她努力保持最佳身材，穿嫁衣，成为最漂亮的新娘子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